喧嚣的世界，独自享受着孤单季节，风声连篇，是那幅画面，拥抱在树叶飘落之间，感受与微笑的你我之间，喜欢现实无法分辨。It's my way to run away. It's my way just walk away.喜欢现实无法分辨。It's my way to run away. It's my way just walk away.今天来到我们的超级大牌的呢，就是我们的 Fusion。 当然你要想得到更多大牌的资讯或者是想请哪个大牌到我们的现场来的话呢，一定要按照我们屏幕下方给大家打的联络方式。没错啦，那当然了，我相信这个时候大家都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而且经常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已经记住我们的联络方式了，也希望大家可以一如既往的支持下去。对的，对我们的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都可以统统发过来。其实我们今天的 Fusion 呢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感动还有激动，他们在舞台上的形象就是积极健康向上阳光，所以在短短的成军4年时间里面是收获到了很多粉丝的热烈的支持。没错，今天呢就有一位代表的是北京 Fusion 后援团来到了现场。来，这位粉丝啊自己已经这个主动站起来了，掌声欢迎。掌声欢迎。你叫什么名字？魏娟。魏娟你好，你带的是什么礼物？蛋糕。我主要是觉得就不能够这么轻易的就把蛋糕交给他们4位，我觉得应该难为他们一下。粉丝这么支持你们，你们应该好好的回馈他们呀。对呀，要不然就这样吧，我们给他们就是出个难题好了，4个人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讨我们这个娟娟女孩子的欢心，那么娟娟觉得谁表现的最好就会把这盒礼物送给谁啦？哎，就是这样。你这是赤裸裸的分裂他们的极端行为。好了，来来来，既然有这样的一个题目的话呢，你就要看好了，哪一位 Fusion 的成员你是最中意 的，就把蛋糕送给谁，好不好？4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啊，我们要不还是先从队长，你责任重大了，从我们这大敏开始了。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这边不是女生，在这里很可爱。好了好了好了，唱了一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确实是有点羞涩啊。是，我觉得大敏，你只有看到你们兄弟在这，你内心才会踏实。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杰的表演。那你知道吗，就是一般我和我哥不会去抢一个女生的。不是的，这个是我们要展现不同的风格，因为这是你们的粉丝 fans 啊，不一样的感觉。你想太多了吧。不是，我感觉只是让你用你自己的才艺表达给你的女 fans 女粉丝。对，要抓紧时间，我们有时间限制的啊。哎，你拿得重不重啊？我帮你拿吧。
明抢啊！好无聊。然后就觉得，不中。但还是要有一个才艺，或者是扮鬼脸啊什么。扮鬼脸，扮鬼脸 啊！你要讨他欢心嘛，对不对？会被人家吓跑啊！会不行啊！会吓跑啊！真的吗？我们想看一下怎么样能被吓跑。来，我们大家是不是都想看一下？来吧！哇！哇，真的会被吓跑！来来来，对着镜头，对着镜头！真的哇，真的够丑啊！好，扮丑。这个表达完了，来我们的主唱。谢谢你，谢谢大家，这样。然后，蛋糕很美，你比蛋糕更美。蛋糕很甜，你比蛋糕更甜。你是在哪里学到的桥段？其他的，我想等晚上我请你吃饭的时候详细再谈。哇哎，陶陶很胸有成竹的样子。对啊，听说你最在行的就是你了。没有，我是最内向的。对。我们来看一下。背一点好了，背一点。要背一点音乐，你好。来点音乐 ，music。我不是要讨饭讨蛋糕吃好吗？刚才那个家伙他。你觉得那种满口那种甜言蜜语的男生值得你托付中哦不对托付蛋糕吗？对，我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上来看，我觉得 你是第三者。你站在另外一个人的角度上来看，对不对？麻烦对。其实我很喜欢吃甜食，但我觉得我看到你，我就不需要蛋糕了，你可以把它施舍给别人。对。哇，好厉害，这一招很险。这什么叫高级的内心的表达？没关系，我要蛋糕就好了。这个更实在，要蛋糕就好了。好了，其实重要重点在你这边。对啊，娟娟，现在是你要做决定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魏娟会选择哪一位 Fusion 的成员呢？是谁？大点声！我想问一下娟娟为什么会选择大明？为什么？哈哈哈哈，为什么？你的表现是不对的，应该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为什么。因为大明看上去比较可怜，因为我们三个欺负他嘛，对吧？啊，对，而且又愿意做家务。你觉得这个蛋糕是同情蛋糕是吗？来，我们都来了。People 同事，来，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娟娟为什么会选择我们的这个大明？因为我不喜欢花言巧语的男孩。哇！大明现在可以把这个等一下切块大的给我哈。对，看一下这个我们的后援会送给我们 Fusion 乐团的这份心意。很有心。哎，是的。这样，对，真的，我们现场观众要你们吃哎。对呀、啊，对，应观众要求，每一个人都拿一个自己的口味，然后尝一尝，好不好？对，就让大明喂给娟娟好了，娟娟吃好不好？好啊，好啊！哇，大明脸又红了。大明说：“哎，今天晚上呢，我好痛苦。”这好像我们制作单位没有安排这个桥段可以吃蛋糕。好像跟咱们两个也没什么关系。其实很感动啊，对。对，这个时间呢，就是应该他们跟粉丝一起来互动的时间。对对对，其实把时间交给他们吧。好，我们也希望他们呢，可以这个以后我们这个 Fusion 乐团在未来的路上可以越走越好。是的，当然最后还有一首歌是最好听的，也是我们两个非常喜欢听到一首 歌，因为我们都不想长大，因为都想停留到最年轻的时间里。这首歌呢就叫做《时光轴》。我在听到这首歌之前，我要大喊出我们的口号：超级大牌，等你到来，下期见。